今天我就给大家拍一期我们这边炒菜出菜的一些视频吧。先来看一看我们店里面用的菜刀，这把菜刀是用来切肉的，这个案板也是切肉的，我们每把菜刀上都有一个二维码，并且有自己的一个身份证。看看我们的菜刀都是用铁链子锁上的，一只固定到底下固定死的，这把菜刀是不让拿出来活动的，因为我们新疆这边管得比较严，这把菜刀是拿来切蔬菜的，然后也是上面有一个二维码，也有一个身份，然后也是一条铁链子，固定到下面固定死的。